身体中的火到底从何而来？去火有学问，搞清火源很重要。中华医药即将播出。身体中的火到底从何而来？辛热的药水进到人体以后啊，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去火有学问，搞清火源很重要。所以舌尖如果很红的话呢，就代表心火旺。火锅烤肉虽诱人，两种体质需远离。不太适合辛辣食物的主要是两大类。敬请收看《中华医药之身体有火莫忽视》。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问您一个问题，您上过火吗？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能够说得清楚到底什么是上火。另外，现代医学怎么理解上火？还有就是这上火跟一些疾病到底有没有关联？今天我们就请来了相关的专家来跟大家聊一聊上火那些事儿。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两位专家。范永生，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病类专委会主任委员。曹毅，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欢迎范教授，欢迎曹教授，欢迎两位，也欢迎我们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们，欢迎大家。好，今天一上来我们先问我们观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哈，大家有过上火的经历吗？举手示意我一下。啊，你看大部分人都有过上火的经历。好，下面问问大家什么是上火？你们上火的时候都有哪些表现？谁能跟我讲一讲？来，我上火的那个症状一般是这个嘴角会烂，就是有点疼烂，然后那个耳朵会发炎。我那个上火呢是那个什么，就是起泡，然后嗓子疼。也是嘴上起泡。对，嘴上起泡，然后嗓子疼。嗓子疼。对。我上火的时候，有时牙齿出血，有时牙龈有发炎，就这种情况啊。有这样的时候，您就是上火了。对对对。刚才有吗？小伙子也举手了是吧？就我上火的时候，那个就鼻子上会长泡，就会长，然后嘴巴也会长。我上火的时候主要是嗓子干痒。这个你要发根处起那个疮。还有就是口腔里面容易生溃疡，这种我认为它就是上火。烂嘴角、嗓子痛、起脓疮，每个人对上火的理解各不相同，对此中医怎么看呢？这个上火的话，其实都是老百姓的俗称。我们都知道，刚才出现那么多的症状，其实在疾病的病名里面有很多，比方说单纯疱疹，刚才说的老在一个部位，有时候疼痛起泡，可能咽颊部的有炎症，比方牙周炎、牙龈出血、长痘痘，再还有很多这些，大家老百姓俗称就是上火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症，从我们老百姓的说法，他把这些都归到上火，但是上火它不是一个病名，它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但是从中医学来讲呢，它是一个症候，它有一个，为什么我讲是一个症候呢？中医讲的疾病的病因，我们讲是有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刚才大家都看到，普遍主诉的症候都在黏膜上，黏膜上出现疼痛、炎症、红肿，好多我们都责之于六淫当中的火，火特点怎么发得特别急。快，但同时呢，一些有急性的症状，那么这些部位又在上，反映出我们人体可能出现状况了。那我们要
善于去捕捉这种信息。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有一个女士就特别容易上火，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些天福女士总是睡不安稳，这倒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心事，而是因为热。就是晚上睡到半夜就会感觉被热醒，就是胸口出汗，如果厉害的话就会浑身就是这种出汗的情况。熟悉福女士的人都知道她这是又上火了，每当这时他们就会自动躲得远远的，以免惹火上身。我觉得她稍微有点话就比较烦躁吧，然后不能就是说有些话一说她就生气。月初和月末是福女士工作最忙的时候，每到此时她的火也必定如期而至，像上了闹钟一样准时。一到月底啊，就是月初要赶报表，然后就是工作会有加班，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还有一个就是女性可能每个月固定的经期也会。其他时间，福女士的火也总会零星出现。她发现，只要吃的口味火爆一些，自己马上就会中招。长痘的话特别明显，就是你吃辣的、吃火锅之类的啊，那你第二天可能就会直接冒出来了。可是偏偏他就是戒不掉这辣味儿。特别是家里会做一些酸菜鱼之类的。爱吃。爱吃。现在人口味都比较重吧。很辣东西。爱上火的体质让福女士烦恼不已，在与上火斗争的过程中，他也在不停地总结经验。然后就发现出汗了以后会能觉得很舒服，然后现在的话我会定期的可能每周两到三次去锻炼一下，让自己出出汗。而且很发现每次出汗多的话，定期在锻炼痘痘就不太容易长。面对自己这么容易上火的体质，福女士很想弄清两个问题，一是自己这样的体质能改变吗，另外运动是否真的有助于降火呢？这个病人也是我的一个病友啊，这个他非常容易上火，非常容易上火。那么这个舌苔呢，大家可以看得见啊，这个因为我们看舌的时候呢，分成两个部分，叫做舌体的下面部分叫舌质，质量那个质，舌质的上面盖在上面薄薄一层东西呢，叫做苔，叫做舌苔。那么我们看的时候呢，就分成两部分看。那么这个病友呢，他这个舌质你们大家可以看很红，叫做我们讲是红绛啊。这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舌质很红绛呢，就代表有内热有内火。嗯。第二个呢，他这个舌苔它不是很明显，但他这个舌苔呢，还是有一点呢，就是属于这个偏黄薄薄偏黄的，有点腻偏黄的这种。那么这个呢，也是讲，就是我们这个舌苔如果是偏黄的话呢，也讲是一种有内热；如果苔是白的，讲它是属于寒；苔是属于黄的，就是热。所以舌质是红绛的，舌苔又是黄的，所以它是一种有内热、有内火的一种反应。嗯，那要是我们平时自己看我们这个舌苔，能自己看自己，观察一下，判断自己是不是上火了。我们中医看舌苔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它的部位，啊，比如说这个病人刚才伸出来，他这个舌头的前面最前面，我们称它叫舌尖，这个舌尖这个位置呢，代表着心，五脏的心肝脾肺的心，所以舌尖如果很红的话呢，就代表心火旺，啊，那么再往中间再推一点呢，叫做脾胃，再一直往后再推下去呢，就是肾脏的肾。心肝脾肺的肾的肾，那么舌头不是外围有一圈吗？这个两侧呢，就代表的是属于肝胆。所以按照这个部位区分，这一部位如果显得特别的明显，那么一般考虑呢，这个脏器呢是不是有相应的问题，就说是。但是这个事情呢，也不是绝对化的，所以大家不能太机械了。我说对了，这个镜子看看，这个舌边上有点红啊，我又肝火了，它不完全是这样。这个看舌头看舌苔一定要跟自己的整个全身的症状全身的状况
是要结合起来来判断的，所以拿不准的时候呢，还是要去请教医生。刚才这个短片里面，这位女士还问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她这样特别容易上火的这种情况，能不能有所改变？曹教授，这样，其实这个病啊，这个患者在讲他的这个病的时候，我们感觉有几个特点啊，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他提到了有周期。那一个月经周期有关系，一个是工作周期有关系，这个是我们找到的特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到了他一个饮食习惯，饮食习惯是吧？嗯。还有看到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舌苔，刚才范教授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那么我去理解他是什么呢？一，他为啥会得这个病？或者为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可能跟他的体质偏颇了有关系。那怎么会叫体质偏颇了呢？因为老是工作压力大，自己很纠结，那变成一个什么呢？我们讲他出现了一些身体的失衡。那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我们讲主要表现在还是湿热。为啥呢？口干，又是心烦不眠，又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吃的辣容易发，又是什么呢？出了汗会好一些，那都是这个症候表明它是什么一个湿热的体质。那我们讲湿热的体质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说主要是一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讲压力各方面导致情绪的改变，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讲肝气不舒，肝湿疏泄和导致脾胃功能升降失调，那会变成什么？营养吃的东西进去都变成水湿了，不是作为营养去供应给人运用了，那么会叫水湿停留。那加上什么呢？他老是吃，喜欢吃辣的，为辣有什么好处啊？开胃啊，他摄足了胃口不好啊，加点辣的东西他会开胃，但辣的东西会有什么呢？它注射化热啊，热本来这光是湿，它还化热，热来了，热烦心神啊，它所以它睡眠不好啊，所以我们讲这些症候都在这个里面。那我们讲怎么来调整？那肯定要调摄情志，把压力各方面情志要缓释好。第二个，饮食习惯、饮食调理要加强。第三个的话呢，适当加强一些运动。他刚才提到了，他说运动出汗能改善，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方面，什么运动以后情志舒畅了，气机顺畅了，可能各方面都好起来。第二，出汗化湿的，你做一些调整，通过习惯改变，慢慢肯定会调整好。去火也得对症，您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火吗？新热的药水进到人体以后啊，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中华医药之身体有火莫忽视正在播出。我知道这个范教授是在2014年的时候申请了一个973项目，也就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是专门研究上火的。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会申请这样一个项目吗？好的，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上火？那可能是这个一般老百姓就讲，哎呦，我因为什么东西吃多了或者怎么样。对。那我们自己中医行业当中呢，可能讲啊，这个人是属于阴虚，什么肝肾阴虚，有虚火上炎。嗯嗯。那么当然，这个像这种所谓的阴虚上火这一类的语言，在我们自己的中医的医生之间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是可以交流的。但是反过来，我讲比如说是阴虚上火这个语言拿到现代医学，就是属于这个西医学的这个同行当中，他们就觉得很难理解。阴虚上火，阴虚什么东西虚了呢？就是有个科学问题。反过来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种语言拿到国际医学界，就更加很难同国际医学界进行交流。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上火的这个背后，我们可以用现代科学的一些手段来研究它的，就是说现代科学的一些内涵。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上火的研究呢还是一个就是有个临床实用价值的问题。比如说上火以后，有的人就说是喜欢用盐水漱漱口，有的人呢喜欢吃这个西瓜凉的水果多吃吃，哎，觉得好了。也有的人可能会去这个药店里买点什么药啊，喷啊，这个洗洗啊，都有。那么我们研究这个上火，我们就可能就是可以把它分类。有的火是虚的火叫啊，有的火是实的火。那么虚的火，比如说口腔溃疡的是一种类型，这个牙齿出血的是一种类型，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预防去治疗。那么这些东西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提供一套就是临床预防或者治疗上火的一个方法，可以帮到很多很多的人。对，因为这个上火的症状，我们应该是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它有的时候是一段一段的，就是可能这一段因为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上火了，可能有的就自然能好啊，但是如果反反复复为其所困扰，我觉得可能就很麻烦了，就要找医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对，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会发现，特别集中的有没有几大因素是容易导致人上火的？我们呢是调查了，就说是有23000多个这个居民和学生，然后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发现呢有这个排在最前面是三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吃东西不当心，叫心热药食，既有食物偏热的东西啊，比如说刚才讲的辣椒、大蒜、生姜啊。这个有的人喜欢吃辣椒酱啊，这是一类。还有呢，吃补药，比如说这个人参，这个鹿茸这些东西，这个补药叫心热的药食，这个吃了以后呢，会容易产生上火。那么心热的药食为什么会容易产生上火呢？实际上它吃进去以后呢，从这个身体当中的肠道菌群会有关系，因为我们还做了肠道菌群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上火人的肠道菌群和正常人的菌群它是不一样的。有个叫做这个保护肠道黏膜的叫做拟杆菌，这个菌在上火的病人当中就大大下降，说明就是辛辣的药食进到人体以后啊，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以后呢，实际上呢，最终呢也会影响到人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所以这个它可以出现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是这个牙龈出血啊，都是这个原因。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啊，这个领导交代的任务很多。这个到年终呢又完成不了了，这个睡觉又睡不好，压力很重，好了又是要加班，这个一着急以后口腔溃疡出来了，或者眼睛红了，认知欲呢有的人这个时候呢，哎呀耳朵也嗡嗡嗡响了，平时的时候是没有的，那就觉得这个精神压力过大的时候会有。还有一个呢，同刚才讲的也相类似，就是过度的疲劳，这个压力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也是太累了啊，这个任务很重，经常是加班加点，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嘴唇的疱疹顺出来了啊，这个其他一些症状或者脸上疙瘩也冒出来了啊，刚才有位这个讲到说头上长疙瘩啊，也就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些又为什么会引起上火呢？实际上刚才讲的精神压力重，那肯定同神经有关系啊，这个过度的劳累也会同内分泌神经有关系，而这些东西呢往往都会也会影响到能量代谢，而这个能量代谢呢最终呢也会影响到免疫功能。这个正常情况之下免疫功能是保持平衡的，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以后这个免疫功能下降了，
免疫功能下降呢，就是保护黏膜的这一些防护功能啊就低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些炎性的细胞因子呢就出来了，所以呢叫做氧化应激反应机制出来以后呢，就导致局部的这些炎症出现了。那么在我们一般的老百姓讲起来呢，就是上火，其实它这个机理是这个机理实际上是蛮复杂的，就是这个最后引起上火的机理啊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也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最主要排在最前面的就是这三大原因。一个是饮食，一个是情志，对，还有一个是疲劳，对啊。观众朋友讲自己这个上火经历的时候，大多都是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哈。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们要是吃完了炒瓜子儿，或者是吃完了麻辣火锅，或者是烧烤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之后，会非常容易引起上火。对，有的人应该说吃完了立竿见影就上火了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范教授带来了一个实验，让我们通过这个实验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好，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性的一个实验啊，比较简单的，就是这里有两个茶杯，茶杯里面放的是不同颜色的海绵，蓝颜色呢，其中吸进了一部分的水的海绵。湿的海绵，而黄的那海绵当中呢是没有水分吸附进去的，所以我倒进同样的水，看看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蓝的就看上去水就很多啊，蓝的都很水很多，而黄的呢，我也倒了同样的水，但是相对来讲水就比较少，水就比较少。就是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啊，有的时候呢是炒过的食物，有的时候是没有炒过的或者水煮的，比如说蓝的我们代表的是属于水煮花生，这个黄的呢是代表是炒过的花生，那么实际上它到人体当中呢就会有这么一种反应。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反应呢？因为一般讲就是说我们这个食物通过加温炒了以后啊，这个食物的这个当中啊，这个食物的这个细胞当中有个氢键，这个化学的叫氢键，氢离子的氢，这个炒的时候呢就断开了，断开了以后呢，它里面一些水分啊叫结合水就跑掉了，然后吃到人体以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嘴巴里面啊，不是都有唾液有水分吗？这个炒的花生进到的人体呢，又把这个人体当中的水分呢又吸进去了，吸进去以后呢，它又把能量放出来，所以人这个时候会感到嘴特别干，口干口渴，然后这个上火症状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出来，这也是个它的机理之一，道理之一，就是吃进去以后，这个热的东西吃进去以后呢，吸附了身体当中的水分，又能量又放出来，所以人感到口干，又可以表现出上火。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两个海绵，其实本身两个海绵是不同的。这个蓝色的海绵是湿的海绵。然后这个黄色的海绵是干的海绵。对。所以刚才范教授倒进去的同量的水，我们会发现这个湿的这个海绵，它的水就吸收的少嘛，它本来就是湿的海绵，这个黄色的这个海绵因为它干，所以它吸收这个水就很快，对，然后就好比我们吃这个瓜子儿的时候吧，炒瓜子儿，我们通过这个热一炒这个瓜子儿，对，刚才您讲的特别专业哈，什么化学什么分子，对，咱们就说我们吃这个炒的这个瓜子儿的话，通过这个热炒以后，瓜子里面本身含有的水分，因为我们知道物质里面都是也有水的嘛，对，它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吃下去以后，它自然就会去吸收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对，它就有点好比是这个树林，对，如果这个树水很旺的话，这个枝叶茂盛，然后这个树就这个森林不容易着火，但如果要是很干燥的这样地方，这个树就很容易着火，对对，它里面的水就少了，是的，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非常恰当，所以吃东西的时候，比如吃花生，容易上火的人就是少吃炒花生，用水煮花生，对，水煮花生吃了以后
它不存在着再吸附人体的水分了，所以呢就不容易上火。对，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可以解答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说为什么我们吃了炒瓜子啊、什么麻辣火锅、烧烤啊这样东西以后就会上火，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对，从这个海绵吸水实验，我们能够推论出，心热的食物容易吸附人身体内的水分，从而引起上火。但在日常生活中，几个朋友一起吃了火锅或烧烤，为什么有的人上火，有的人就没事呢？这就涉及到体质问题了。就是可能跟你的体质偏颇，不适合吃这些辛辣的刺激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火锅大部分是偏温热的食物，牛肉羊肉。第二个的话呢，火锅吃的时候要调味，有很多辛辣刺激的东西，所以这两个的因素造成了你在吃火锅的时候有些人适合，有些人不适合。所以我们讲这个当中主要要考虑体质问题。那么我们从人的群体来讲，主要我们讲不太适合辛辣食物的这个食谱的人呢，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湿热的体质，一类是阴虚内热的体质。这两类患者我们一定要或者是这两类体质的人群，这些应该讲亚健康不应该完全说是患者，可能要注意，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吃太多的辛辣偏热性的食物。那么我们这里有两类啊，体质的简单的论述。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比方说湿热体质，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个患者一来，我一看这个人实际上湿热体质，为什么？比较会冒油。第二个脸嘛暗一点，特别看上去油腻，是吧？在我你简单问一下，你大便好不好啊？是不是老是大便想解了又想解啊？另外一个，你厕所老是冲不干净啊？我们俩这个可能是偏湿热的体质的。那阴虚内热的体质，那么应该讲经常有五心烦热啊。那么这种症状，女同志可能会注意什么？更年期到的时候都是这种症状，是吧？那其实这些都体现为是一种阴虚体质的表现。所以我们也会问一下女同志，问一下月经的量啊，准不准啊，时间怎么样啊？另外一个，还要看一看你大便干不干呢，容易解吗？有没有便秘啊？其他一些情况，我们来判断他阴液亏不亏。那主要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讲体质很重要。我记得第一排有两位女士，好像就不怎么上火，是吧？你们二位没有举手哈，可能刚才所以专家讲了和我们的体质有关。对，您还当上火是小事儿，有些时候可不能掉以轻心。有的时候呢，这个还没好，那个就出来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子发作。预防上火，多吃这些食物有帮助。那个苦瓜，苦瓜它本身就是苦瓜，就是去火的，我们都知道，都知道这个。中华医药之身体有火莫忽视正在播出。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做上火是疾病的入口。我们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位老奶奶今年81岁了，她叫傅玉华，曾是这里的药剂师，在药房工作了30多年。直到现在，傅奶奶仍然闲不住，一有功夫她就会到医院做义工，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多人都劝她注意身体，因为她一劳累就特别容易上火。累了那就这几天，那就慢慢叫着也有小的那个溃疡面出来了。傅奶奶一上火，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长口疮。通常她会多喝些水，再用盐水漱漱口，口疮2-3天就能平复。不过最近半年，她发现情况有点不同。实际上要有个多礼拜嘞，不是一天两天会好的，那慢慢叫的好起来。他慢慢就不是一下子好一下子嘛，慢慢下去又感觉减轻一点点了。以前2-3天就好的口疮，现在要10来天才能恢复。不仅如此，
傅奶奶还发现口疮的数量变多了，有时甚至一下长两三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还没有好，那个就出来了，那个反反复复的这样子发作。这种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傅奶奶的注意，自己怎么变得这么容易上火了？不久后，她又有了一个新发现，自己的腿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红点。有些医学常识的傅奶奶不敢掉以轻心，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果然，事情不只是上火这么简单。有一个就是系统性血管炎这么一类疾病，那么它呢反复的像皮肤黏膜受到损害，也是由于免疫功能的混乱造成了一些炎症。现在傅奶奶正在医院积极接受治疗，可有一件事儿让她一直弄不明白，希望问一问专家，为什么自己会突然变得这么容易长口疮？它与血管炎这种疾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其实呢，就是说是口腔溃疡，或者刚才我所讲的喉咙疼痛啊、牙齿痛啊，或者眼睛红啊，这些都是上火的症状。那么如果说一般情况之下的这个就刚才我所讲的疲劳啊，或者是精神紧张啊引起的，但是它就很快就好了，也没有说这个反反复复。一般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没关系。它也就是说是一过性的一种亚健康的一种反应。但是如果说这个上火的症状反反复复，这个而且呢很这个很缠绵，这个发作的次数呢，原先比如说个把月发一次的，现在变成两个星期个把星期就要来发了，那么发的频率有这个加快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因为关于上火，我前面已经讲到，它简单的是可以一种亚健康的一种反应，一过性的反应，但是也有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是一种免疫性疾病的一种先兆症状。这个比如说像我这个科室里面，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病人也是我那个科室里面的一个病人，血管炎的病人。像我科室里面有个病人，他生的是强直性脊椎炎。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啊，脊椎它都可以变形啊，也是风湿当中的一种啊，同免疫也会有关系啊。我那里有个病人，他就是我们在同他交流的时候，他就讲。他是这个强直性脊椎炎呢，生这个毛病呢，才是这个一年左右诊断出这个毛病。但是他在一年之前，差不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就经常出现的口腔溃疡。当时就没有注意到。我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一种不是绝对化的，不是说我有了口腔溃疡，我一定要生什么病了。这不是这么回事情。就一般情况之下。它都没问题的，都是一种亚健康。但是我就讲的呢，反反复复发作的越来越频繁，而且呢就是痛苦呢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也要引起重视，要引起警惕。哈佛大学有个华裔的教授叫康景轩，他对这方面做过一个研究，他是做营养学方面研究，他就讲到长期处在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增加发生肿瘤、脑卒心病、糖尿病的风险。那么我刚才讲的这种口腔溃疡也好，或者牙龈炎也好，或者结膜炎也好，就是眼睛红，都是一种其实一种慢性的炎症，都是一种慢性的炎症。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上火不必紧张，但是呢也不能麻痹大意。好，我们回来讲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关心的问题，问问这个范教授，就是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吗？让我们不上火。这个预防的方法嘛，最终还是要针对刚才讲的这些引起上火的因素来考虑。
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是预防上火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是还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饮食，这是首要的，这是首要的，因为它本身是心热药食是导致上火的第一因素嘛，啊，第二呢就是说是还是要叫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也是很要紧的，有工作压力大，这个情况之下都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有句话就是这笑一笑神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个情绪一放松以后呢，这个人体的机能啊都已经正常了，气机也正常了，自然有火也就不存在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情绪是调节非常重要的，那段时间比如说工作很辛苦，那你要这个情绪很紧张，那你要想办法放松一下子啊，这个我觉得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说是不能过分的劳累前面的因素讲到，就是过分的劳累也会导致上火，那就是我们总的来讲是要劳逸结合了，对吧，要劳逸结合。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些很具象的哈，就是在我们吃的这个瓜果蔬菜里面有没有一些食物是容易上火的，而有一些是去火的。这个就是蔬菜和瓜果当中肯定是可以分成两大类，有些呢吃了以后呢是容易上火的，但有些呢也可以去火的。那么我们区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主要可以从这个两大方面来理解，一个呢从颜色，一般来讲呢，这个瓜果当中颜色红的，这个会比如像石榴，这个红红的啊，这个一般来讲呢，有可能会这个容易上火的，比如桂圆，这一类的东西颜色比较深的，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太阳光光照以后啊，光照多，这个颜色改变了。那么另外一类呢，就颜色比较轻的。啊，比如说是像冬瓜，颜色是就青颜色，青的颜色，还有一些素菜，这个颜色都比较青的，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也都是凉的，可以去火。从颜色上来。从颜色上来。第二种呢，可以从它生长的环境，比如说是一些水生的一些这个植物和瓜果类啊。这个比如说藕，我们吃的藕，它是凉性的，长在水里面的。它可以这个干寒凉血啊，它可以去火的。那反过来，比如说生姜，长在泥土当中，而且是需要比较干燥的地方的。这可能就是吃了以后呢，就会容易上火。所以这个当中呢，还可以分成这样两从颜色到它这个生长的来加以区分。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还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相适应起来啊。上火的症状结合自己的体质，这个两方面结合起来呢，可能才是选得更加好。好，这样我们现在有几种这个瓜果蔬菜，然后我们让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来判断一下，到底是属于上火还是去火的。然后我们再听听这个范教授，看看说的对不对哈。好，来我们一个一个说啊。荔枝。啊，荔枝刚才听范教授讲了，应该是有火的。那红色的。因为红色的呀，树上啊结的应该是有火的。好，下一个西瓜。西瓜啊应该是去火的。为什么？因为它在土地里增长，有水分很大呀。应该是去火的。那海带呢？它在水底下长的，应该是生长环境这个应该是也是去火的啊。还一个是那个苦瓜。苦瓜它本身就是苦瓜就是去火的，我们都知道、都知道这个啊，苦瓜是去火的。要结合刚才范教授讲的、刚才范教授讲了颜色还有一个红色的啊，在树上结的啊，肯定是有火啊，青色的、绿色的那就是去火的。范教授，应该都说对了。这个荔枝呢，一般新鲜的时候呢也好一点，但是干的荔枝吃多了以后容易上火。那么另外三种呢，像西瓜，我们中医当中有句话叫做天参白虎汤，白虎汤是一个清热的，有石膏、字母、甘草、根明组成的一个清火的一个方子。
这个吃西瓜以后啊，就相当于吃了一个清热泻火的一个中药汤剂一样。嗯。它又是一种甘寒的。嗯。所以它也可以起到泻火。嗯。苦瓜呢，味苦，胃苦的一般的这个药呢，这个食物呢也是可以去火的。嗯。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有人长痘痘了或者什么。吃点这个苦瓜还是有好处的。嗯，最后是海带，海带呢，它是这个咸寒有这种软坚散结的这么一种作用。嗯，所以比如说像有些同志这个容易上火、长痘痘啊、嗯，或者是大便不好、大便干，嗯啊，这种情况之下呢，适当吃点海带呢。也是有好处，也是去火的，也是去火的。哦，就是您都答对了。对。啊，但是刚才范教授还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嗯，就是说，分清了这个去火和上火的食物之后，还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对，然后来食用。是的。刚才您答的都对了哈。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听两位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上火方方面面的知识，其中一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最有益的一个帮助，我想可能就是我们一般认为上火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大多我们都会自己处理，或者是听之任之不去管它，可能就好了。但是今天听两位教授讲完了之后，我们会知道这个上火其实里边是很有学问的，而且有一些反复的这种上火有可能就预示着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个事情，下面我们用掌声来感谢两位专家吧。好，谢谢范教授，谢谢曹教授，也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